同学，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苦集圣地的第八句啊，或名戏论。戏是不真实的，戏论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开玩笑啊，决定不是事实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呢，意思就深了。啊，此地说的不但六道是戏论，四圣法界也不是真实啊。这个意思我们很不好懂，确实离四都是无限的深广，在大乘佛法尤其在一乘法啊，华严是属于一乘法了啊，这只正是像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了。那一乘才是真实啊，三乘都是戏论啊，都不是真实啊。但是凡夫修行正果，一定要借三乘的方便法。这三乘就方便了啊，引导你其如一乘。你要不经过三乘，你就没有办法其如一乘啊。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学校的这个制度一样啊。如果我们套这个话来说呢，那什么是真实呢？大学是真实啊，为什么呢？大学才有学位呀！啊，小学、中学没有学位呀，没有学位就不是真实啊！啊，就如同此地讲的戏论一样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事出事法里面，我们总要求一个果，这个果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妄的。但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世间法里有没有果报呢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我们中国人讲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啊，这是中国人称为三不朽啊。以为这是真的，人死留名。自己的道德功勋著于史册啊，在历史上有记载啊，这一生好像没有空过啊。啊，但是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还是戏论。为什么呢？佛法说的真实，这个地球有尘住坏空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系有毁灭的一天啊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这个时间还很长
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，我们看不到。啊，太阳现在知道，太阳的热是里面这个核子连锁反应的所发的热了。啊，但是这个星球，它里面这一些原料是有限的，总有一天它烧光了，烧光之后太阳光就没有了。光和热都没有了，那么围绕太阳系的这些行星都变成冷却的了，啊，大概都是温度是这个摄氏负几千度的了，根本没有生物能够生存，何况这个星球还会被瓦解，就是佛经上讲的尘住坏空啊，那哪来的真实呢？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佛讲的真话。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晓得细论呢这一句话里头的用意。啊，那么既然是细论呢，不是真实了。可是佛法里头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叫借假修真呢。啊，那你就对了，一点都没错了。啊，这个缘分所有经论里面佛都说不容易遇到，正是所谓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呐。啊，闻佛法的这个机缘，跟你说在一切万法里头这个语言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尊佛像，一句佛号，一粒耳根，永为道种。啊，世界尘住坏空，那是小事。你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佛的种子，决定不坏。啊，将来这个世界坏了，坏了之后它还会有尘，或者这个世界坏了，他方世界尘了。啊，你到他方世界去受身，啊，再遇到佛法了，那就是缘成熟了，你阿赖耶里面那个种子会起现行。啊，这个是佛法不可思议之处啊！啊，道场里面虽然有人作恶，可是这个道场里面有佛像，这个道场里面呢有讲经，这个道场里面有念佛，他就能戒引许许多多众生。啊，这是真正的好事，这个不是虚妄的。这不是邪论。啊，所以佛法的宣扬越广，这个功德就越大。啊，什么样的这个功德释出世间第一等功德呢？无非是介绍佛法给一切大众。你今天掌握到这个机会，这个了不得了。啊，那么你要是障碍佛法，把别人学习佛法的这个缘切断了，或者你障碍他了，
那个故事就不得了啊！啊，所以你能够这个协助的时候，那是功德无量；你要是把它障碍的时候，你过失就无量，啊，罪过无量啊！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虚论。啊，所以懂得的人，总是全心全力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。啊，这个事业对自己决定有利。啊，我自己没得穿，没得吃，我也要干这种事情，也要全心全力以赴。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真正有福德的人啊！所以世出世间之福，修福要有福的人，他才能修到福；有智慧的人才能修到福。没有福，没有智，这个机会在他面前，他都没有办法修到啊！那这就是我们佛门里都常说的。业障太重啊，大好的机会在他的面前呢，他造业啊，他不知道修福啊。啊，我这个有一些老同学都知道啊，特别你们到台湾。到台湾，在台北知道我的人并不多，台中的同学知道。我在台中住了十年了，亲近李老师啊，那是我30岁到40岁的时候，这段时间啊，现在。我那些老朋友、老同学、老同参，还有不少人在。啊，到那里呢，还能找到过去我一些旧的照片。啊，你们去看看，是一点福报都没有。啊，这大家都晓得的。也没有一个人把我看中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福啊，啊，不但没有福，短命啊，个相是短命的相啊，别人看了当面不好意思讲，背后都有批评，我清楚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啊，所以知道自己没有福，知道自己没有寿命，好，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，啊，我没有求今生呢，我知道修来生呐，啊，这一生没有了吗？那这一生果报前世修的吧，我懂得这个道理了。不怨天不尤人，为什么呢？自作自受啊！啊，所以全心全力啊，依教修行啊，接受老师的指导啊，希望把老师所教给我的，我通通能够落实，通通能够做到。啊，所以老师对我很照顾，啊，很器重。什么原因呢？我肯学，啊，他教我没有白教，啊，我会很认真、很努力的做到。
没有想到了，这个命里一点福报都没有，修了个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果然福报是年年在增长啊！啊，智慧年年在增长，烦恼习气年年减少。啊，我跟大家说过，我不是上根立智。啊，我是中下根性的人，啊，是循序渐进的，啊，确实，李老师讲的，一年跟一年不一样，所以我在他会下10年，他不准我记笔记，啊，我问他什么原因？有同学们他们有记笔记，老师不说他，我说我记笔记，老师就干涉，就不要我记，啊，他就跟你讲，他给我说，年年境界不一样，你今年记得到明年的时候，这东西一点用处没有，你不叫白费功夫。我一听听，没错，是不错，啊，省很多事情，啊，专心听。细心体会，努力落实。我这个学习的秘诀就是这样的啊！啊，我把它做到啊，这一做到了，果然，就了凡先生所讲的命运改变了。啊，我没有求福报，我也没有求智慧，我也没有求长寿。可是这三种东西呢，自自然然呢，它都现前。啊，现前我也没有一丝毫欢喜心。啊，我有一个感恩的心。为什么呢？我有较长的寿命呢，可以多学一些东西。啊，确确实实。如果我45岁那一年就死了，我的境界不高啊！啊，念佛往生呢，大概总是在凡圣同居土下辈也。啊，下品上生，下品中生的，这个是我自己很清楚啊。可是这45岁没走啊，啊，55、65、75，这30年了，这30年把我这个境界大幅度的提升了。啊，虽然我现在说这个往生西方净土、十报庄严土没有把握，啊，我不敢说我有把握，但是方便有余土，我有把握。你看看娑婆世界啊，能够我多延长30年，那在西方世界往生品位大幅度的提升，这个我感激啊。那么在这个时间越长，我就抓住这个机会，我的境界就提升的越高。这个世界明文理养，无欲流尘，我放得干干净净了啊！这个东西要不舍弃，你的境界一分一毫都提不起来啊！那跟我一起同时学佛出家修行的，我们同伴很多，像赛跑一样，大家同在一个起跑线了。现在我跑在前面，他们落后了，什么原因？他们背负的东西太重了，那跑不动啊！啊，那我呢？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把所有包袱统统抛弃掉，统统丢掉，一身轻松，
我感激老师啊，他老人家教我看破放下不是啊，一丝毫不沾染啊，我一生没有见过一个道场啊，道场自自然然成就，成就我从来也没有管过啊，唯一这个道场就是现在在图文巴建立的啊，这个道场建立成功之后，啊，我已经在盘山移交了啊，等开幕之后一切都上轨道了，我请个人来做院长，退了啊，我的老师如是啊，我要学老师啊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建立台中联社啊，第一届社长是他啊，好像是一届三年吧，三年满了他就退了，交给别人建立慈光图书馆。第一任的馆长是他，到第二届呢他马上就退掉了，馆长给别人做了这正确的，给后人做个好样子啊，坐在这个职位上负责尽职啊，在这个职位上就留意培养接班人啊，这是真正叫高明啊，真正是贤达了啊。三年期满之后，他的接班人能够继续他的道风学风啊，他在旁边辅导啊，以导师的身份来协助啊，把弘法利生的事业扩大了啊。那么这些我在台中十年看得很清楚啊，老师不但是言教啊，身教，他自己现身说法，对于名闻利养一丝毫留念都没有啊。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他决定不用常住啊，顶多只在这个道场吃一餐饭啊，其他的他决定不用常住，这他做给我们看的啊，因为他自己有职业，他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啊，官阶相当高啊。他还兼两个大学的教授啊，在当时每个月差不多有400多块钱的收入啊，那个时候就相当可观了。他自己的生活只要60块钱，他就用60块钱，其他的钱都捐出来做慈善事业老师自己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。我还有一个老师周邦道先生啊，
那是抗战期间在贵州，他是贵州国立第三中学的校长。我那个时候在学校念初中二年级，啊，那是我的校长。我们对校长尊重、孝敬超过父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在学校里，那是我们那个时候叫流亡学生啊，无家可归呀。学校收容我们呢，老师真的是父母啊，同学就跟兄弟姐妹一样啊，啊，度过那个苦难的日子，生活费用是国家给的，啊，校长。廉洁、公平，我们学生没有一个不佩服。啊，学校也常常接受救济。啊，社会有些慈善机构，这个救济，我们说旧的衣服什么啊，分发给这些学生。啊，学生优先，他的儿女也是学生。好像他有四个儿女都在学校念书。啊，每一个学生分到剩下来才有他们的。如果这个分不够分的，他们家绝对没有。我们同学没话说。真的服了。一生佩服。啊，所以他教训他的儿女。他说，同学们父母都不在身边了。没人照顾啊，你们在是身边有父母照顾，你们比他们幸运多太多了啊，所以一切优先是学生啊。那么到台湾，这有一年呢，他在台湾也做了官了啊，做了考选部的政务次长啊，就是相当副部长。那么公家配了房子给他，装家里装了有电话，都是公家的，啊，也配了有汽车，啊，我这位老校长啊，哎，真的是不容易，啊，一般人看到他的于叔父啊，是书呆子，啊，家里有什么是私事？到外面去打公共电话，不用公家电话，公家电话一定是办公室啊，私事不能用公家电话。私事出去办事啊，乘巴士去坐公共汽车，公家给他配借的轿车的时候一定是办公室。现在社会还有这样的人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呢，都笑，在台湾大概找不到第二个。公私分明啊。啊，儿子生病，有疾病要上医院，叫个计程车，都不能用这个公家的车去送他到医院。这个人真正懂得因果，啊，真正知道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，啊，他也是做出来给我们看了。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对老师没有一个不尊敬，啊，提到老师毕恭毕敬，啊，他要高寿啊，90多岁的时候往生的，念佛往生的，啊，
在这个社会找这样的善人呢，找不到了，别说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啊，点点滴滴是公私分明啊。那么他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啊，所以在抗战期间他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校长啊。到晚年呢，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呢，我们就变成同学了啊。我这个校长对我非常爱护啊，也非常照顾啊，我很感激这个老校长。再看第九句，何名随行啊，随是随顺，行是行业，就是造作啊。此地这是在苦集圣地里面讲的随行，那就是说的什么呢？随顺自己的妄想，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你去造作麻烦就大了啊。随顺自己的善念，你的行业是善的，果报在三善道啊。如果随顺自己的思想见解是不善的，那你造作的就是罪业了。种善因得善果，种不善因得不善果，这是天经地义啊。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啊，李老师、周邦道先生啊，我跟这两位老人生活都是多年啊，差不多都是十年以上。他们的思想言行影响我很深啊。他不但是言教啊，他是身教啊。他是真的做，他不是装模作样啊。装模作样不能装几十年呢。这个就是佛门所说的菩萨住世现身说法啊，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我这两个老师在台湾呢，都是属于公务员教员啊，这学校教授啊，他们的收入待遇都相当微薄啊，不高啊，一般生活费生活能够过得去。他们两位都是常斋念佛的啊，全家都是素食的啊，所以生活费用啊并不高啊。李老师是一个人自在啊，周老师他有两个小孩在身边啊，在大陆上，大儿子在大陆，啊，在南京，
三个小孩，还有一个女儿，在台湾，在台湾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啊，所以还要照顾家了，啊，周老师非常非常难得，生活非常的节俭，啊，他们那个节俭呢几乎相同，李老师生活也是非常节俭。啊，尽量的能够在生活费用节省一点下来。李老师呢是做佛教事业，周老师啊是把这些钱寄回大陆，周济亲戚朋友，这是他几十年来没有断过的。啊，虽然钱不多，情义到了。非常感人呐，啊！善心，善心啊！我们展开经卷，常常看到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他们当之无愧呀，都是读圣贤书的人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敬业三福这个条件呢？他们通通去做啊！啊，所以他有成就。啊，周夫人、杨慧卿居士，啊，他有一个小册子流通啊。我从前跟诸位讲过。遇地藏王菩萨，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地藏王菩萨向他化缘，他那时候不学佛，啊，那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不是他一个人见到的，他家里的时候还有佣人。地藏王菩萨现的身是个出家人，到他家里去了，他家里庭院很深，啊，周夫人问他从哪里来的，九华山来的，来干什么？来化香油，啊，希望这个能够施舍五斤香油。啊，我们周师母那个时候并不信佛，也不懂得什么叫佛教，也没给他。啊，这个和尚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他忽然感觉到，他家里大门没有开，这和尚怎么来的？走了之后人不见了，门也是关着的，也没有人替他开门。这个事情啊，他懊恼了好多年。怎么会遇到这么个事情？真的是来无踪去无影。以后到台湾遇到李老师，跟李老师学佛，他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报告。李老师说那是地藏王菩萨化身啊，而且他后悔莫及啊，当时没有能够布施供养啊。念佛念得非常虔诚，他念的大悲水给人家治病很有灵验啊，那什么原因呢？他的慈悲心啊。现在我们从江本胜博士水实验里面得到证明啊，他的慈悲加持这个水啊，水真的变成慈悲啊，那个水能解毒啊，慈悲能够化解一切毒素啊，所以治病很灵啊。他往生的时候，火化烧出300多颗舍利，
非常稀有啊。啊，善人，虽然这一世在物质生活上相当穷困，都往生佛国去了，这一生没白来，这一生有实质上的成就，所以随行一定要懂得随顺佛菩萨教诲，这决定正确啊！但随顺佛菩萨教诲呢，在这四大段里面是最后一段，苦灭道圣地，在此地这个苦集圣地是随顺一般善恶的这个念头，就是十善业道啊，总以十善业道为标准，十善业道通事处世间法啊，这个地方是讲世间因果，苦是世间果，集是世间因啊。修十善，果报在人天两道，这是六道里面的善道啊。如果你随顺十恶业，心里面啊，这个身呢，身煞道淫没有断，口还有妄语啊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，恶口是说话粗鲁没有礼貌，心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啊，这个我在讲习里头常讲啊，还有控制人的念头，我们讲控制人事物占有的念头啊，损人利己的念头，这是不善业啊。这种行业决定折损自己的福报，折损自己的寿命，错了，大错特错了啊！如果你能够随顺十善，这就好了，这个会增长你的福德，会增长你的寿命，增福天寿啊！啊，身不杀，不盗，在家不邪淫，啊，口不妄语，啊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不贪不嗔不痴啊，起心动念决定没有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，决定没有占有这种念头，你的福慧增长啊！啊，你在这个世间实在讲，那便宜实在太多了。福慧增长，随顺
善心、善念、善行，决定不能够随顺的恶念。所以，是福是祸，是吉是凶，不在别人呢，在自己。最后一句，祸名颠倒根，颠倒根当然不是善根啊，善根不是颠倒的。这个名词在佛经里面出现的是很普遍，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啊，曾经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什么地方颠倒了呢？啊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一切众生颠倒错乱了，什么地方颠倒了？最简单的说法，你看，实相是顺着心得的，失恶呢就颠倒了。所以从根本上来说，随顺信德了，这是善根啊。违背信德了，那就是颠倒啊。啊，此地这个根是比喻，比喻能生的意思啊，像植物它有根，它就会生长啊，会发芽啊，慢慢的能够茁壮开花结果。善业有善根，恶业有不善根啊，这个不善的根呢，在佛法里面称为三毒三毒翻过来呢就是三善根啊，三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。佛说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从这个根生出来的啊，这个根的反面呢那就是不善根了。三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罪孽不善都是从这三个根生的。那是三个根是什么呢？贪嗔痴。所以贪嗔痴啊，叫做三毒烦恼啊！啊，我在讲习当中常常把它称作三个最严重的病毒啊。上一次这个萨斯瘟疫这病毒啊，那病毒从哪里来的呢？有人到处去找，找不到的，用不着去找。病毒就是从贪嗔痴来的。啊，贪嗔痴是所有一切病毒的根。啊，因此我常常说，如果我们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慈悲心，把贪嗔痴
断掉了，那么你世间所有一切病毒你都不会感受。为什么呢？你里头没有，里面没有病毒啊，外面的病毒不会感染。里面要有大慈大悲啊，所有一切病毒到你这个地方统统化解了，不用去找医生啊，不用去找药物啊，啊，药物都有副作用啊，啊，用我们自己的意念就能治病，啊，这个原理，佛在经上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佛家讲的根本的原理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里面没有病毒，不但没有病毒，佛性里面没有生死，生老病死都没有，不但没有生老病死，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无因之胜通通都没有，这是我们自信的心得了啊，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，恢复性德而已啊！啊，我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颠倒根呐、啊，我们呢违背了性德，才变成这个样子啊！啊，现在还不觉悟，啊，已经违背了，还要变本加厉的做出更大的违背，那你不叫自找苦吃吗？现在这个苦出的还不够，你还要受地狱苦、饿鬼苦、畜生苦，你还去搞这个苦吗？不错，确确实实不少人，我们冷静观察周边许许多多人，真的是颠倒根呐、啊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善的，我们知道，转眼之间，他的果报就现前了。我们看到很难过，他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，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啊，世间最可怜的人呢，无过于是啊，啊，不是那些穷苦的人呢、啊。没得吃的没得穿的不是那些，那些人并不是很穷苦，穷苦的人造作罪业啊，大大的折损了他的福德，眼前所得的很小很小一点点利益，把自己命里面的大福德折损，这种人是可怜到极处啊！啊，什么原因？不读圣贤书之过，这就是愚痴，叫痴烦恼啊！啊，你晓得这个道理了，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到世出世间低等的功德是什么。破迷开悟啊，低等的功德了，就是读圣贤书啊，圣贤的教诲啊。所以你看看孔老夫子啊，他老人家教学传道啊，在中国成为万世四表，释迦牟尼佛不去做皇帝啊，把这个权位富贵通通舍弃掉，从事于教学的事业，
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释迦牟尼佛的身份就是社会教育的好老师啊，一生呢干社会教育啊，而且是个义务的工作者，因为他教人家了，他不收学费呀。搞义务教育啊，那我们学佛，我们就要知道了，佛法的根本是义务教育。我们今天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，传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我们也是要尽义务啊，不能够收取学费呀。那么外面的这一些供养，供养是目的是叫你扩大佛陀教育的效果，应该要用在这一方面。如果不再用在这一方面呢，那你就错了。如果用在个人享受啊，那个果报就不得了了。那就是什么？道三宝无。三宝门中布施一文钱，要用清净心、真诚心布施供养，福德不可思量。那你是盗取的话呢，你的罪业也是不可思议，你的罪太重太重了。那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是把苦集圣地这个十居名号介绍出来了。现在时间到了。